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这位顾客米珊，她的皮肤病牛皮癣的问题，如何用我们的非药物疗法的方式来处理？她的皮肤呢，是从小就不好，小的时候就蛮多五分一毛，长大后就越来越多的硬，也开始会痒。那我见她的时候呢，是2019年5月。人当时也不断的分享 Cambridge 的这一个我们的 One to One 的这个排毒的疗法，当时也还没有想到很需要马上就做，就拖下到8月再跟他拍一个相片，对比的时候呢，他也知道也严重了，但当时他也开始就是也用一些皮肤科或者是朋友介绍的一些药物。那在今年2020年的1月呢，更痒了，整个皮肤，睡觉也痒，就整天都很痒的这种状况，也受不了了，所以也开始了他的 program。当时建议他的呢，就是用 One to One Diet 来做这个排毒的 program，因为 One to One Diet 对于这个皮肤病牛皮癣的问题呢，也非常好的效果。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 LightSpa 是属于是血管的清道夫，所以在它排毒的过程，也用 LightSpa 的时候呢，会让我们的血管清理得更加的干净。连再加上呢，CEG 呢就是2天1次给它做这个大肠的排毒。第一次的 program 呢，它是做了14天的断食，然后。平常呢就只是用下一包的 Cambridge 加上 LightSpa。那在9月再做了第二次的 program，他那时候他也只是做了一个4天的断食。在基本上第一次的断食过后呢，他让我知道的呢是他的痒已经是解决了98%，可以说完全身的这一个痒都不明显了。也在他第一次的这个 so soft 的这个14天后呢，他皮肤就开始一直脱落了，脱落掉的呢，就可以看到很多白白的那些粉，然后摸摸那些伤口，很多呢就是硬块的那些角质也很容易就脱掉。那也在他也忘了大概是多少天，不知不觉就是整个皮肤那种黑的、角化的那种。疤全部都干净掉了。总结他的心得分享呢，他是说，在还没用产品前，还真的想象不到皮肤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。还好每次我也会把他的这个相片收集起来。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他也有用一些皮肤科的药物，也有用一些市面上说皮肤查皮肤病牛皮癣问题的一些药膏来用。可以止痒，可是就是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状况，2、3个小时又会再痒的这种情形，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面呢，他看到了皮肤真的不去好好处理，是真的是越来越痒，那种痒是难以忍受的，从早痒到晚，连睡觉都痒的那种状况，然后不抓又受不了，抓了又流血，所以导致他的皮肤的角质越来越厚，越来越粗。疤印越来越多的那种状况，那在决定了，好好的进入这个我们的 One to One Diet 的这个断食计划，他还真的没想过会只是3样的产品，就2次简单单的断食，就那么的见效，他的痒的问题处理掉了，皮肤也干净了，从小。到大的这个皮肤问题也彻彻底底在这2个月多里面解决了。跟他要这份见证分享的时候呢，给他看回这些相片，他还蛮恶心的。他说看回相片真的是有够受不了，自己为什么会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来处理？现在他呢就只是用这个我们的 One to One Diet 跟 LightSpa 来维持他皮肤的这个健康。那他也感恩
Natural 有那么好的这个产品，让他解决了那么多年的这种懊恼的问题，也谢谢大家。Miss Han 呢，他的牛皮癣问题是从39岁就开始有少许了，不严重。5年的时间，一直到他完全受不了，才开始我们的这个one to one diet。能看到他用2个月的时间，2次的断食，他的牛皮癣问题呢，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说复原治愈了。现在他只是剩下少许的疤印。在处理了牛皮癣问题，第二个获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体重。他在one to one的计划前呢，他的体重是58kg， 2次的收缩，他减到55kg， 维持到现在12月，他体重是在54kg， 也就总共呢，他减下了4kg。那现在他的maintain方式呢，就是保持每天的这一个一包的one to one diet。每2个月他会自动的做5到7天的 soul soft， 因为他看到他是真的在做 soul soft 过后，他的皮肤慢慢康复了，所以他会坚持2个月的时间给自己身体呢做一个这个断食排毒的这个 program， 然后加上呢就是每天的 5cc 的这个 light spa，和每2-3天一包的 CEG 来做这个进场排毒。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产品，只要顾客能好好的去善用，好好的进入 program， 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。谢谢大家。